起来就像是死路啊。对啊，这个我记得这个只是拿枪的吧？不是拿枪，枪好像不在这里，是这个。我看到什么全攻略地图？这个是什么？黑是影像。影像自由走。你先看，你先看，我慢慢打。哦，你要先打。正前面，我看到有人有这状况，然后感觉大家没有回答到他的问题。又来，我是超来，我跑去打你啊！嗯，原来是随机真的。双萤幕看，没事啊。关键就是要看那个 key 啊。对，要找。好笑要死。应该会打到一个东西，然后掉。对啊，打败这里的 BOSS 会掉咆哮钥匙，所以打败他就会掉了。哎，我的骷髅头。嗯？怎么打不到那只骷髅头？那是我的骷髅头，那是我的骷髅头。啊！我想说，奇怪，我怎么打不到他？你介绍，他叫露米，很笨。你知道，这人是很关键。什么？妈，你死！我看到他也没有说要怎么找，他就只说就是打。你把地图探索完，打完 BOSS 就会获得到。对你这样讲，哎、欸，我找到门了，这边有一张，这边有路口。所以果然我们有扫啊、哦。我们没清干净。没有，我刚刚看到地图突然闪了一下。吐血，没事。其实这样还好，我觉得重点是勾起我的回忆了。嗯，而且我觉得重点就是第一次玩，我觉得真的不要放弃，你就一直找。真的，因为如果你重开的话，那又要全部再找，你有可能又再迷路，就无限轮回。在哪？啊，我这里。你慢慢来，你慢慢来，我往前走就好了。哎、欸。你怎么死了？被两只甲，有一只辐射的哦。有的有，因为像这个，你看攻略影片没有用的原因，它地图不同。嗯，它每次地图是随机的，但至少我们刚刚就是可以厘清，就是啊，就是打完 BOSS。嗯，你看攻略，它只会知道就是说，哎、欸，大概要打哪些。快下特性！又来了。我刚看了个特性，你说按 X 看吗 ？T T T。通过射击击杀150名敌人，获得剥削者。弱点伤害增加，一开始初始19%。哎呦，好点这个、欸、哦，好像很跳。确定这个门吗？这边好像走过。这边没有走过啊。
有吗？我不知道哎、欸。我们早就知道了，我总觉得感觉得好像哦，有一点点绝望。这样啊，那都要都要互相积极。绝望还是希望？希望是希望是希望，没有地图，真的没走过。哦，打 boss 哦，是打 boss 的、哦，前面就 boss 了吗？哦，那我们今天打完啊，那应该就打完他就获得那个 key 了。一定要！我看外面，哎、欸、哎、欸，对，是。他说 boss 不一定是同一只啦，对，嗯，啊，但是就是打完他会获得 key。哎、欸，我没有打过，我没有来过这里哦。好，没关系。他跟我看到人家打的也不同，我看人家打的是小小只的，没有那么大只的，我觉得有点可怕。我记得以前没这只哦，干嘛呢？嗨起来，吃药者，他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就是他。打旁边的球，打旁边。先打旁边球。去吧，我的小鬼。小鬼。哦，那头是你的啊？我的。打他头，打他头，头有弱点。干嘛？头上。啊！招怪，招怪，招怪！没事没事，我们也会招，我还两只。卢米可以克。好，我克，我克。哎、欸，我突然觉得护盾是不克这只啊？等一下哦，护盾拔掉了。来、欸，他大部分都打我。我也会投卢。我这什么什么？我飞起来了！我飞起来了！我飞起来了！空间在转移。啊要重新打那个旁边的了，他还招怪。哇，我啊，我倒了。哇，看到你倒了。痛啊，这里很可怕、啊。哦，完了，救不到哎、欸！等一下哦，他打我，你如果你救我救我救我救。憋死了。现在哦，又来又来又转，哦，又来又来又来，我觉得很可爱，转一圈放你下来，哇，我要喝代价，哎呦，记得要滚哦。没蛋，地上有，吃，我有，哇，浅浅解决一些问题，好爆了，好，可以。来，我吃了，谢谢。完成。哇、哦，这是什么？公开激光？辐射的激光。辐射激光，滚得过去是还 OK。喂。哎，滚来滚去。是碎了！哎、欸，我跳成就真的，我没打过这个。钥匙大师，哦，守护生命之石，获得哎、欸、回复。哎、欸，我获得大笑哎、欸，我也获得体力回复增加，咆哮钥匙有没有直接获得？哦哦，我刚跳成就，大笑，我真的没打过这只。赞哦，赞，漂亮，官有更新，舒服。
有人说之前有这只，但这只不好打。啊？可能就是比较难几率吧。可是那我怎么打完我伪王的？没有没有没有，就是随机的 boss 啊。哦，一样都砍掌管钥匙啊，对，不是他。对，我看人家打拿钥匙也是打小只的。我记得我那时候是打小雨头的那一只。那什么冰拔、啊？我看人家是打冰拔。哦，对啦，哎、欸，冰拔的武器很帅哦、喔。嗯，他是一个长矛。啊，我看人家是说，看一下哦、喔，好像要去找那个商人先，走吧、啊。存档直接过去吗？对，走吧、啊。荒原商人，啊！辛苦老半天，终于有。原来是没发现那个门。苦尽甘来。哎、欸，是不是又迷路啦？喂，差点走错边。不是插这个，我觉得这个是电池什么的吧？没有，跑进钥匙好像直接插，好像。哎、欸，哦，没事。所以也不用跟他讲话。A blind man for 100 scrap. 忘了这个电池怎么知道？没关系，给他100块，他还讲秘密耶。Not many know this, but there are two. 给到我们不爽，他把他杀了嘛？他们越要越多之类的。还有这样，东西会增加吗？ Are they wrong? 哇，真的是给他钱哦。Perhaps.That thing in his head is no crystal Eslan, his weakness. But you didn't hear it from me. 我大概给他500块了。Alas, 哦，特殊的护甲给我。哇哦！哦哦，所以可以买东西。Quality goods for 骗了一堆钱在卖你东西啊！新的护甲可以买。增加最大伤害的，哎、欸，我觉得这护甲其实还不错哦，防御力也是哦，它因为是直接是加5的，近战跟射速，你们可以看看，我蛮考虑换近战射速，嗯，我就喜欢打近战，看看你的货，当弹的，我们哦有哎、欸。这是哦，嗯，有没有？买哦，买起来放。他可是一直跟他交易，哇，秘密护甲。Secrets, tell me what you. 等，买一下，我很快，我速度最快了，我买。买好了，然后就死了。这可是我付的500块，好爽哦！哎、欸，这可以耶，是不是？而且你们的也是加5吗？对啊，会不会看不到？是它本来就是加5，还是因为我的武器有升，装备有升要加？耶！ Yeah!你知道我要去救你，就点到 NPC。我是加5啊。你看哦，他应该是跟着你的。对同一名敌人进行近距离，可以增加持续装备者，所以越打越痛。嗯。但是连那个、啊、射速也是啊，所以还不错。重量跟腐蚀。穿穿看，总要有所尝试。买了都买了，
好吧，全来呀、啊！存档，休息，下次走，下次就记得了，可以前往新的了。恐惧的大门，耶！哦，爸爸，迷路到怀疑人生，最后终于有成功。真、啊，就休息啦，休息啦，休息啦！大家晚安，我们下次再走，拜拜，拜拜，拜拜。